这次入围女配感觉是什么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很开心啊，对啊。哇，史上最好仿的女演员就是你了。好了，欢迎第58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主持人林柏宏。又来了 ，Ready。林柏宏接下58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主持人，他主演的《青春失恋》也获金马奖5项提名。在首映记者会上，大家抢着帮林柏宏预言，先从访陈婷婷开始，小试身手。你看，你有准备啊？就知道，我准备了一个大招。哎，婷婷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之前你演那个《火神的眼泪》跟《青春失恋》，我都好喜欢啊。谢谢。糟糕了，你跟我的交情，你讲话讲得这么……没有，我很紧张哦，我现在也很紧张。入围那个金马奖最佳女配角，上一次入围新人奖，这次入围女配，感觉是什么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很开心啊，对。哇，那有没有特别想要感谢的人？比如说是我之类的。好啊，谢谢柏宏，谢谢礼物。好啦，没有了。史上最好仿的女演员就是你了。好了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。到最后我 Q 婷你的时候，麻烦你给我多一点反应。好，我会讲很多啦。因为我刚是给你一个就是试炼嘛。真的是试炼呢。而且你刚刚看我的眼神，有一种你干嘛这样？对啊，我想不是，我说你是怎样？我已经跟他讲好，他当我的妆脚，没想到他刚给我演这出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当我的暗妆，不管我那天穿什么，大家都要说我是第一美。哦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好的，谢谢。我想一下，不要演剧点王哦。对啊，得奖跟票房大卖只能2选1。票房大卖，哇！因为导演也快要生日了，所以希望票房大卖。跟导演导演讲，这是你最好的生日礼物。陈婷你好会哦 ，so sweet。你不知道导演生日快到对不对？我本来想说金马奖颁主持人要背数据，你知道吗？要，好，你是127嘛？对，你428，对，导演是11月30，对吧？主持人好厉害啊！啊，就要这样做准备，你自己再加油，还有10天哦！哈，对不起，我也没入围啊。主持更紧张了，看出来陈婷你刚刚在整我，看出来非常明显吧？他现在私下见面聊天妙语如珠哎。在就是典礼只剩10天，两位优秀的入围者的心情是？很开心啊，其实我每一次能够有幸参加到典礼，我都非常的期待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爱电影人的盛会。好的，那希望你可以有机会上台。谢谢。然后我们再问问这位怪物新人李牧。谢谢金马男配角林柏宏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其实蛮替你紧张的，因为我原本以为柏宏有搭档。然后发现你要独挑大梁，那天很惊奇，就是我把李牧拉上台一起主持这样。那你应该会变得很惨，你会变得更惨，比婷婷刚那一趴还惨。